盐够多了吧？我觉得已经太咸了，不够不够，没有剩已经要坏掉了，不够啦，剩已经要坏了，还不够。你们不要质疑我，我没有质疑、啊，我做的东西你们真的没什么资格可以质疑。我去拿那个奶油给我，他奸诈，去拿那个奶油给他。没错，原机很香哎、欸，没差啦，反正现在李迅不在家，家里只有两个男生，就算全家都是牛排的味道也没差吧。Chef， 谢谢。哎、欸，对，爸妈回来了。嗨，晚上好。今天就是芦笋，芦笋，然后柳约克牛排，然后再吃，等一下再去烤这个。大蒜面包，请问这里有人吗？需要尬演了吗 ，Chef？ 好像可以了。你确定？该可以了吧？他刚刚有错、啊，反正就职业就这样嘛。反正就这步骤，顶多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尬演喽。好，尬演，尬。他刚刚是要非常大量的演。我已经快要看不到肉的颜色了。我已经觉得好渴了啦。可是他刚刚真的加很多啊！我刚刚一直转哎、欸。可以把牛排吃吗？不行。这样可以吗？可啦，你就看我那边啊，那边有个 sample 的。看，他不就很会？他不就他妈的？妈的，他不就竹笋大师？我操！妈的，这是芦笋。全都。我是说芦笋啊。你刚刚说竹笋。没有，我说芦笋。OK OK， 干，然后你不就听觉大师？干，听觉大师干，那芦笋王，误会人不是，干的。芦笋王子，给你一个盘子肉，是不是？这个就叫厨师。然后等干炸出来了，炸了，那是油啊，好深啊，里面，这是完美三分，你在那边，超深的啦。你先吃，你再跟我说深不深？好深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包来了。我烫，快点快点！看那眼睛，我好烫。不会烫。干，面包拿来哦，靠背。好烫哦，靠腰。干，不会烫啊，看咖喱的。可以了。你要吃三分还是？我要吃边边。对，就是那块，别略过它。他干什么？我要吃。我们刚刚全部煎的是这样子。我要的那一块。干出去，帮我去洗吧。哦哦。洗完之后把里面的那个东西全部拿出来。哦，里面还有剩饭，我放个屁，大了一点点变出来，干，哇，哎、欸，变紫色了啦，哇，哦，很棒，看，你走开，放你给我滚，放拉滚，不要啦，等一下啦，哦、我拉一点出来，哦，这样。不是你爸爸卡门了，你爸爸拿出来。不是不是，不要拿，你自己去厕所啦。不是，我没有拉出来。但是你还是要去厕所解决一下、啊。我是吃布了，然后刚放屁有一种样。啊，不是你啊！哎、欸，我好像很久以前有讲过这个话题。什么？就我以前在高雄读书的时候，我台南的朋友讲晚上都是讲晚上。有，你有跟我讲过、啊。晚上。对。你晚上要干嘛？对你晚上的时候怎样怎样？他们我台南的同学都说晚上很正常，然后其他都是晚上。很正常啊，我听到的是早上哎、欸，所以还是他们早上跟晚上都是一样。早上啊，早上那你知道？那你知道六碳就上面的面，六碳都是念灭吗？上灭吗？他都是说上灭，真假的？你仔细听，从来没听过、欸。他都说上灭，下次运动的时候逼他讲，就问他你的那个在上面还是下面？那他可能也不会讲上面的、啊。可是感觉上面跟下面其实就是不小心就是面这个词，面这个字，他会发灭，他会说他念灭灭，不要一直弄啦，杂物收一收，留着牛排，等一下把面包拿过来，然后拿个餐具就可以边打边吃。你可以把我夹到我叫出来吗？那你用力用力，还好，我觉得他要抽筋了。你不要搓，不是，我上面比较好抓的皮。脚趾真的好弱、哦，这根本就是豆奶啊！哦，爆！干！谁弱？红教练，谁脚趾弱？对不起，张力弱。你不弱，你脚趾很棒。你脚趾很棒，你脚趾很棒。
哪里来送女人送女人、啊？好重哦！我也要试一些、啊。你他妈变态啊！你才是最变态的，我是被他夹夹的那个。怎么行？他直接摔你一跤，三战力啊，三战力啊，用力啊，用力啊！啊他们好变态的人哦。嗯嗯，你不能踢我，我昨天踢过，我昨天我叫蛋龙。我没有去，我跳他蛋了。哦天哪！吃一块肉补一下，等一下就不痛了。为什么？如果很酸的时候动一下蛋就没有？你要跳一下。为什么跳一跳会让它缓解？不知道，没有，就是一个人体的奥秘，其实就是。就是很像撞到，心理作用，就是分心一下，分心一下。对，那如果他是要踢你屁股，就不然震到你的蛋，那就没关系。那他踢你的蛋，但是他跟你讲说我是要踢你屁股，但是你自己转过来让我踢到蛋，那我就会把女儿找出来，把女儿杀，然后就跟他说对不起，我是要帮人家除草，但我不然除错。中间那一条是最完美的，这个是最完美的，那是最完美的。阿王来了，这一块很远深哦。三分啊！但是它真的很好吃，阿王，我吃，好不好？这跟这个熟度一样，都是你觉得一样的。有一个对干你娘的很好的解法、欸，比如说你假装对我很生气，骂我干你娘，干你娘！我这么可爱，你为什么不干我？要干我娘？哎、欸，吵架的时候露出这一句，赢了，那种多凶的流氓，好不好？超凶流氓这样，挂掉干你娘这样。然后他说：“我这么可爱，你为什么要干我娘？不干我？”还有一次，他爸就骂他干你娘这样子，他妈在厨房说来呀、啊，超大声。可是为什么我那么可爱，你为什么不干我？我要告诉你，他就说好啊来啊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哦，那你就中了一个圈套嘞。所以他原本就是想干你，他原本就想干你，他故意想说干你啊。我靠！那就说那为什么不干我呀？好了来。马上变一个是你，马上变一个认真的脸。出了车祸，你干嘛干人家？你想象就这样，出车祸，好，超凶，爸干你。但他超正超辣，然后这样他妈有种干我啊！太大声了啦，要被检举啊！我已经帮你们制裁他了，我已经帮你们制裁他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如果他很漂亮的话。他现在的温度你没有办法，我看，看这个脆度，你饱了吗？来传一下，传一下，传一下。OK， 我不要了。还有一条啦，我不要了，让给你们。紧张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要了？因为就很剩很少，就是让给你们。可是你不用啦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吃很多了，好爽。还有三块，你要吃吗？不要，好不好？你还没有吃饱，要吃甜甜吗？什么甜甜？什么甜甜、啊？要先问啊！被抓到了、啊！要先问啊！朋友，对，有哎、欸，可是我好像不知道怎么申请，他有寄通知给我。我觉得你可以去申请一下。盟友吗？可以得到一个你自己专属的订阅，就是订阅。现在盟友就有订阅了，你可以去弄。可是他是不是要英文啊？这边不是有一个英文很好的人吗？对啊，我不会理你的。哦，好，你刚刚接到他的蛋。对啊，你刚踢到我的蛋呢、欸。所以而且你愿意让，所以你还想再被我踢一次是不是？如果再震一次他的蛋，你愿意帮他写英文的介绍吗？想嘞，我想嘞，干！啊，小六说一说啊。他好可怜，他来你们家做菜的目的就是这个，懂了吗？嗯。对，这么吓人。小六，阿六，那猜拳好、啊。来，干你妈！已经有苍蝇的照。哎。欸干什么想装傻？好，过来。剪刀石头布，二，水哥小七，不是输的吃吗？水哥，你们输了，输了，你是白痴吗？想耍赖讲反？哎、欸，我拿一块啊，这边还有一块啊，我拿这块啊，还有一块啊。干耍赖狗哎、欸，耍赖狗只有三块。好，那我们三个再猜一次嘛。看你们圈子这么来，我们耍赖狗啊！再来一要剪刀，来剪刀，剪刀，哎，剪刀石头布布。是啦，我就擦干净点哦。好过分哦！虽然很想帮忙，但完全不想入镜。
学长桌面擦好了。啊，脚需要擦一下。有没有没有看你的？看你的油。哎、欸，这样看起来我真的好白哦、喔，你好黑哦、喔。你本来就比我白啊。你是白的、啊。我干你他妈！我他妈告死你！这样就要告。看先生，我很想问一下。我很想问，就是在座的三位，他不用啊，他我已经问过了。你们愿意把你们的 Chrome 的书签列给我看吗？全部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完全可以。可以啊，因为我只去搜狗论坛啊，所以。你就不加一些就是我的最爱这样子吗？不用啊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看历史记录啦，是不是？记录我来看看。不要看历史记录啦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可以吧？我看没差吧？我看没差，还好吧？八，这是刚刚的，你不要骗。哎呦！啊，原来是就对了。无法言喻的。哇，你好可怜哦！哎呀，哎，一串 A 片，然后下面是欧富宝实况组副官，好可怜。哦，凯特琳出装啊！永和锅贴，永和锅贴，永和锅贴将永和锅贴送到你想找几家？不是，人家永和锅贴有三家非常好吃的，不要再看了啦！等，你丑死、啊！公园眼科，公园眼，你妈查公园眼科，怎么查到公园五雄？不是，因为我想要知道公园眼科它是干嘛的、啊，所以就查到公园五雄。刚刚讲书签，大家还不我说啊，公民联络，然后一看记录，一看记录直接爆炸，不是记录是私密。开背呢？要背吗？等一下啊。那个，拜拜。那个，好恶心。I don't give a fuck about it。今天就是第三次的私事吧，感谢各位今天，啵啵。